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伍家辉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想去的国家就是日本。那为什么是日本呢？因为其实我从小呢就比较喜欢看日剧，然后就觉得说哇，日剧里的风景真的好美。然后我有个小小的梦想，小小的梦想就是要去北海道，然后趁它下雪的时候去泡温泉，然后吃那边道地的寿司，还有喝它的牛奶。其实这梦想应该不会很难。就是说，存一些钱，然后就飞过去日本北海道，完成我的梦想就可以了。可是我有个小小的坚持，就想要说，找一个心里的另外一半，然后陪我一起手牵手的去看着雪飘下来，然后一起吃寿司。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，所以希望说有一天我可以找到我的另一半陪我去北海道。